我知影你迄几天啊，行，咱来去楼尾顶上。哎呀，锁匙嘞！好佳哉！哇，这下害啊！嘿嘿，袂紧，行，咱来去楼尾顶耍，阿爸随倒来啊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袂紧，阿爸倒来厝里无看到咱，就知影咱伫楼尾顶啊。来，我要牵球哦。嘿嘿嘿喂，哪会无人伫咧啊？我惊你无带锁匙出来，等你回去还会记得甲我开门哈。喂，哇！哦，你有影伫咧楼尾顶？紧嘞紧嘞，咱紧来转，我无带锁匙，就要闪出来啊啦！阿爸，我无带出来呢，我的锁匙留伫厝内啊啦！哦，什么？一、這个买名的时阵，恁哪会无带锁匙啊？阿爸，紧甲门钥嘞，会锁起来。哎呦，阿爸，不要出来啦！哎呦，我足急的，你先给阿爸解决一下啦！臭小囝，甲我顾一下。啊！这个所在气氛秋凊，山岭凄凉凉，这么美丽。安啦，阿母稍等下买菜回来，就起来救咱啊。哎，你拢走去倒位哈？我袂记得甲恁讲啊，我会将我回来，恁按顿凊彩买来吃啦。阿爸，人爸都真枵的。阿爸，你以前敢有袂记得早锁匙，甲家己关伫外口的经验？这个满山平嘞，我的经验唔够多啦。有时阵是穿一件内裤，甲家己锁伫咧外口；有时阵伫荒郊野外找无锁匙，行足久去讨救兵；有时阵找拍锁的来，伊嘛开袂开，伊的车阁歹去袂叮当。阮个不将干那会使伫咧外口食薰，豆豆啊蛋。阁有时阵是我拍开车后斗，后斗崩一下关起来，才想到锁匙藏伫内底。原来锁匙是咱爸阿囝的克星啊！阿母哥还袂找到咱呢，伊一定紧张到咧哭去报案啦。你放心啦，伊可无我紧去给外星人掠去。哎，要是咱向楼卡大桥楼大声喊救人哦，人听到一定会起来救咱。哎，安尼无啥好，就更小的呢。安尼，咱细声喊好啊。救人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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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人！阿爸，你安尼话，敢那查某人呢？干母，救人哦！救人哦！